不会吧？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。哦。哎呀，你们总算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是灵界，你们已经死了。不会的，我不会死的，我不会死的。安公子肯定是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命中早就注定，在你80岁的时候和第49个女人，就是她做了那回事之后就会死的。至于她，不会死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你们看见这个拱门吗？凡是有人经过这个门，上面的灯就会亮。青色的灯代表下地狱，红色的灯代表上天堂，黄色的呢就是代表你的阳寿还未尽。只要到前面的柜台盖个印，就可以重回人间，重新生活了。真的？来，我相信我们都是冤死的。我们到前面的柜台盖个不死印，就可以重回人间了。来来来，跟我来啊。地狱啊！不可能的，是你们弄错了，我的阳寿还未尽呢。神婆，你给人算命是挺准的，给自己算却这么失水准。可是我不想下地狱，我还没过70大寿啊！别啰嗦了，走吧。我真的不想下地狱，我不想下地狱，我不要下。